生日，美好的18岁成人礼留在了你参演的电影《大话西游三》剧组。少年梦想开出金色花朵，恣意往来，自有乾坤。这一年，我们收集了国内外粉丝的生日祝福，希望我们的小王子天天开心，能去到更大的舞台，被更多人看到。2016年，你加入天天兄弟，在新的舞台上，以对梦想的坚定做铠甲，包裹着少年人的柔软，全力以赴。19岁首次出演电视剧，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翟志伟，是克服恐惧坐上云霄飞车的勇敢大男孩，也是认真敬业的新人演员。这一年你完成了大荧幕首秀，我们在北京洛阳的影院包场，一起迎接梦想合伙人的到来。我们带着甜品去你的第一个电视剧剧组探班，希望能一直看到你甜甜的笑容。2017年首登湖南卫视跨年晚会，你站上了更大的舞台，光芒四射，可你内心依旧如孩子般柔软、真诚、善良。路遇聋哑人问路，你会耐心指路，写下鼓励，而后分享内心感受，流露出少年人可贵的质朴。这一年，你获得最佳新人演员，巴儿坐在台下为你挥舞着手幅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为你呐喊的我们拼尽全力，在每个重要时刻陪伴你，绝不缺席。2018年，20岁的你有了第一部古装戏，雅正端方韩光君，为心中正道而坚守，纵风雪加身，以凌霜而立，这是忘机，也是衣钵。当你成为创造101的舞蹈导师，年纪虽轻，但舞姿惊艳全场。你是严格又暖心的衣钵老师，对学员认真负责，耐心指导，推己及人。这一年，有了让我们激动到想流泪的第一次线下口号支持，以及第一次线下绿色灯牌支持。不到300粉的我们，喊出了3000人的气势。昨日清空上映，我们在北京、上海、重庆3地组织电影包场，片尾合唱一首《年少心事》，回荡在绿色映照的影院，构成我们很美很美的回忆。2019年，你主演的2部电视剧热播，《雅正韩光君》《蓝忘机》《战场欺诈师》《纪向空》。剧中那位梦想拼尽全力走上世界之巅的天才少年，正如你本人，带着天赋努力和执着步步前行，在珠海国际赛车场上捧起了冠军奖杯。纵使职业车手的路上遇荆棘，洒热泪，你永不言弃，把喜欢做到极致。这一年我们常常见面，剧组探班、演出活动、比赛活动，杭州、澳门、南京、泰国、珠海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想一遍遍大声告诉你，王一博，我们天天爱你。2020年，你荣获中国电视精英奖，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，静水流声，厚积薄发。你谦逊地说，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，用努力和一些运气更加配得上这个奖，谢谢。沉静之下，热烈震燃。作为全能舞者，你无所畏惧，敢拼敢 battle， 用舞技诠释内心力量，这就是街舞3冠军队长。你用实力定义最强王者。这一年你光芒日盛，巴儿为你制作了成长手册，里面每一封粉丝信件都真挚热烈，希望能带给你更多力量。专属定制地铁打卡，陪你走过的每一刻都铭记于心。2021年是你24岁的本命年，你登上辛丑牛年春节联欢晚会，
表演科技感十足的牛起来。金牛迎新春，春晚起新岁，扬起年轻的风采，你在建党百年献礼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中饰演革命英烈蒋先云，笃定抉择，忠于信仰，少年赤诚，无畏前行。这一年我们援建的一博希望小学建成，跟随你的公益脚步，我们为河南救灾一线筹备运送物资，在全国24座城市开展公益活动，将万千因你而生的爱意送入千家万户。2022年，25岁的你意气风发，温柔唱响《你好香港》，目光坚定，热血演绎《冰与火》。逐梦之路上，拼搏无止境，你永远走在前方。这一年元旦，八儿在你的家乡洛阳举办了一场精心筹备的游园会，非遗展台、古城塔秀、水幕秀，古都与你都很美。这一年疫情不断，我们公益的脚步未曾停下，为12个城市的抗疫一线工作者捐赠物资，满怀善意，尽己所能。王一博，出道8周年快乐！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期待与你一起书写未来。